大家好，我是猫马，我们今天要来拍实测哦，格奥雷黑卡实测。但是我想大家如果有在关注官方的情况下哦，应该已经知道结果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来个实际测试吧，好不好？ QR code 我是比对过了啦，基本上一模一样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出发上顺。各位，我们就来实测一下这两张卡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开工了。游戏开始，让我们对战古报，齐军道具，选择条更多的宝可梦吧。我们选一星走，好不好？又有一只四星。我们这都不是重点，我们只需要实测而已，好不好？来吧，派出你的宝可梦，设计来，我们最简单的就是一样嘛。所以已经很明显了，就是没办法共同使用，对，就是确定 QR code 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，我们就放一只，另外一只租借哦。别加油，真的。把球丢出去吧，不花时间。把摇杆球向前推，好厉害，是高级球。好厉害，两只都抓到了，投币后就可以把宝可梦感受到了强大宝可梦的气息。来发出呼喊，叫出宝可梦吧！连打，恭喜你呼喊啦！太优秀了，是班长成功！恭喜你宝可梦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结束吧，各位。要继续对战吗？辛苦了，回跑。好了，各位，影片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啦。然后呢，实测的结果其实也不意外，那其实官方已经有公告了，我前面也有放上的，但我们还是要测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这部影片已经很明显就是要来抽奖，我们抽两张黑鸭了，两张黑鸭了。那条件很简单哦，就在这边订阅、留言、留什么井字号，我要特点 R， 我要特点 R 哦。就一样，然后呢，大头贴一定要设置哦。那为什么会要设置大头贴？往后之后我再跟大家做一个解释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好啦，我们这部影片大概就到这边，记得按下喜欢、订阅、分享出去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见喽，各位，拜拜。